黑幕已经打了第二场，在这个球馆打球的感觉怎么样？会越来越适应？我觉得这场会比第一场好一点吧，然后整个调动的速度啊，可能都会比第一场好一点。你为什么准备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呢？因为是打那个，可能就是会遇上那个小半。我觉得就是准备好自己吧，因为上场名单可能教练们也需要商量一下，然后自己这边肯定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好，然后如果是我打的话，那我肯定会全力以赴。对，